所以，这个师母跟我，佛亲帮我们写遗嘱。我这个西雅图一切的这个房子，西雅图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大房子了。一个是，就是以前我在西雅图的时候，先是在马拉。然后 move 到初步的 house，再来呢，到 Fountain Lake house，然后到那个 Gamshambuch house，现在在这个 South Mountain house，现在留下了就是 South Mountain house。跟这个初步的 house，再来就是那个山庄，但是山庄已经变成彩虹雷藏寺了。山庄是我跟师母盖的，啊，已经当成彩虹雷藏寺，彩虹雷藏寺在管理。那等于是跟我跟师母没有关系了。这土地是我买的，山庄是我盖的。我画图，那请那个工人盖起来。这个都已经捐出去了。现在一个南山雅舍没有捐，生活面也没有捐。我们就告诉佛亲，这两个全部也将来都捐出去。南山雅舍跟真佛密院都会捐出去，因为我们没办法住了，除非我的灵魂，师母的灵魂回来，啊，看一看。我们没有办法带走嘛，当然是捐出去。佛亲帮我们写遗嘱，捐出去，捐给 Foundation，就是一般的那个非牟利机构，他就不用扣税。啊，你如果捐给私人，他是会扣税的。啊，捐给这个有 foundation，像中委会也是 foundation 啊。这个像西雅图也有基金会嘛，啊，也是 foundation，西雅图雷藏寺，这个彩虹雷藏寺也是 foundation，也是有基金会嘛，都是基金会。这个我们都可以捐，一切皆空嘛。捐了没有负担，一切皆空嘛。为什么？房子你带不走啊。虽然那个南山雅舍现在的价值我不知道多少，南山雅舍现在的价值不知道多少。那时候他们要卖给我们的时候，是 NBA 球员的房子，NBA 啊打篮球的球，他建的房子，他们要自己住，结果没有住，我们称为 NBA house。那时候他要卖给我们。先要卖700万，后来我们给他出价，我是给他出价出550万，550万，那现在价值多少？不知道。我真活命宴是多少钱盖的？9万块钱盖的。现在的价值，我们那个
西雅图雷藏寺的围墙里面的每一栋房子都是100万以上，都是100万以上，我们也都捐出来了。佛亲今天写那个我跟师母的遗嘱改全部都捐，那你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真的是一切皆空，四大皆空，四大皆空，没有了。不给小孩子，不给小孩子。